即家己啊，拢一家口的人就对了啦。啊，再结亲戚朋友哦。啊，结亲戚朋友。有查某，查某变个新娘伴，查甫人个新娘伴就有一边结。人叫做囝婿伴啦。啊，那是我啦。啊，你查某人。查某人啦。啊。哦。那是我丈人。啊。那是我，我姑父，这个是我介绍的，这个。93岁的李秋瑾和84岁的杜鹊，原籍福建晋江，他们都是在二战后来到新加坡投靠父亲，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到新加坡河畔当扛货的孤吏。你差不多10多年了，这边去做一下，有只叫搞海队，海队是去准备起鞋啦，啊，阿拉阮人直到80岁顶存。田村载人嘛，载咱鼓励啊，鼓励再去做工啦。我村的时阵载起来新加坡，有吊钱啦，你会着交房大哥嘛？哦，我等出米啊，什么物件呀？牙关什么？啊，出了大哥，大哥到载了我，一拖入来港内，哦，拖入有诶18块钱啦，啊，有诶拖入大吊桥，有诶拖去往街山卡。包包头八外斤啦，有诶成百斤啦，有诶84、85斤，有诶较大斤啦，1-2百斤，较大件。甲滚是袂艰苦啦，甲包头，阮也甲扒来是20-30个啊，做点头做10斤，看偌济人，一日工做偌济工，包头就包偌济钱，再来分车来，车财富来计较。一日看偌济安尼块，啊，一日一拜啊，拜一做工做啊到拜六，发几日工，做未了啦，啊，就有时阮人做船的，有时早起落去做啊嘛，早起做啊天光，好做一工嘛都4块9尔，我一是5块，咱轮船工会啊抽一格。河上穿梭的大姑船。绿色船头属福建人所有，纯红色则是潮州人拥有。沿岸码头也各分地盘，如果有人越界或抢生意，往往会引发孤立召集同乡斗殴。开几船头啊！人个有迄旧日经真侪派，3-4派，有36、36个，有8，有4个，阮是4个哦。啊，伊来厝内发牌件哦，无当食少人家哦。啊，下头来拨物件哦，发破。阮拄啊有迄是较恶个，共拍，共拍伊，共拍咯，拍了伊叫。这个古里江的头就来讲，